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in wassalatu wassalamu wa ashrafil anbiya'i wa mursalin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amma ba. 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那首先呢，我想在场各位观众朋友问好，还有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心灵之光》，感谢大家在这么早的清晨里面就已经起床，然后也祝福大家有更美好的一天。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得到分享得到好处，知识，inshallah。那今天我们想要讲的课题呢，就是在伊斯兰教里关于妇女的权利。 那其实，在伊斯兰教里，关于妇女的权利有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呢，在这个短短的分享里面，我们也可能说不完全部的。可是，我想说的就是，第一个，我们今天可能只说三个权利。第一个权利就是妇女的基本人权。那西方人说呢，在20世纪初发动妇女解放的运动。 是他们的功劳，就是妇女解放了，妇女有可以继承遗产，妇女可以就是自由的，就是出外工作啊，妇女可以就是自由的发表言论，妇女可以继承财产，这些他们是说20世纪初，20世纪初就是1900年开始，这样子大概这样子开始，他们才会有这种权利。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在古兰经降世的时候，在1400多年前的时候，全部妇女的权利就已经 写在这个《古兰经》里面了，是不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很多人都认为就是伊斯兰教的妇女是被压迫的，伊斯兰教的妇女是不自由的，伊斯兰教的妇女是就是可能今天我们是说男人和女人，就是女人可能就没有男人就是的权利一样，可是今天呢？ 这个分享，通过这个分享，我们可能会解除一些大家对这个妇女的基本权利的一种误解。那在这个《古兰经》里面就已经有说到了，在《古兰经》的第4章的第1节就是妇女章。在《古兰经》里面，如果我们大家都有看过《古兰经》，对不对？可是，在《古兰经》里面就只有妇女章，没有男人章，好不好？在《古兰经》里面就已经有这个 这么特别的一个章节是说关于妇女，完全关于妇女。然后它的开头第一个经文就是说的，它的汉语的这个解释就是说，众人呢，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们从一个人，这里的他们是不是指这个曾祖是有很多个曾祖？他这里的他们是指曾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个体。 然后他们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们把那个人的配偶，就是他们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男人的肋骨，比女人少一个，不知道各位在场的观众有没有听过，就是他的肋骨少了个。可是其实具体也有一些，就是说可能也是一样，就一部分的肋骨他拿出来了。那你们应当敬畏真主，你们当借他的名义互相分享这个权利是公平的，这个是自由权。然后妇女也有生存的权利，在伊斯兰教是与我们的穆圣，Rasulullah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之后，在以前为什么这个古兰经是这样是在这个阿拉伯的世界？因为那时候就非常多的就是女婴，他们就把这个女婴给埋起来。但古兰经降世之后，安拉给他们的指示就是禁止，严重禁止埋，就是埋葬这个女婴。而且女婴是享有跟男婴一样的生存权利。那还有一个我是想说的，就是自由的权利。自由权利是指什么？就是我们自由信任中，信奉有信仰的权利，自由的去可以。因为这个宗教就是可能很多就是我们这里都是入教的，就是从不是伊斯兰教进入伊斯兰教，在这个宗教的权利里面，在黄牛章 第2章的第256节非常大的一个章节，在这个章节里面也说了，信奉宗教的自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就是逼你，可以强迫你去信奉这个伊斯兰教是完全自由的。而在真主阿拉在下降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说过就男人没有这个权利。
男人是可以被迫害的，女人是不可以被逼的，没有，就是完全是平等的。男人和女人在这个古兰经里面说的也没有说男人，阿拉说的特别多，女人说的特别少。那这个第一节的非常简短的这个介绍，这个关于这个妇女基本的权利，非常的大的一个课题。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分享， Inshallah。 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守住我们心灵之光的这个节目。那刚才我们分享了非常多非常精彩的，就是基本上有三个，就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基本人权，就是生存的权利啊，妇女基本自由的权利，这是信奉宗教，还有我们要做任何事情，就是在我们归信信奉了伊斯兰教之后呢，我们还是有就是一样的权利，我们不会说就是你是一个女的穆斯林，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肯定是有一样，可是就是在比如说我拿一个很普通的，就是女人的拜功，就是女人进行礼拜，女人进行的丰斋，女人进行的任何善功，没有就是说男人会做的比我们好，就算就是可能有女，就是汉语有一句话，就是说为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就是说女人和小人就是不好，就经常说别人坏话的人难养。可是，在伊斯兰教里面，这是不成立的，在女人和男人有就是平等公平。 可以信奉宗教的这个权利，女人和男人公平的可以有发言的权利，女人和男人是公平的、平等的，或者我会说更加特别的，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在一个圣训里面，它记载着，就是天堂在母亲的脚下，就是如果你想要进入天堂，如果你的母亲还健在的话，你就必须就是对她孝顺，对她孝敬，你不可以做任何就是不孝顺的事，任何处逆的事，就是除了。 可能我们的母亲就是她不是还没信奉伊斯兰教，她还没信奉伊斯兰教，就她说的任何话，其实我们都必须听，我们都必须听。然后呢，除了她说的话，全部我们都必须听，除了她叫我们不要信仰啊，就是不要敬畏真主，不要信奉伊斯兰教，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之外呢，其他全部事情其实我们都必须得听母亲的话。那这个是非常大，他没有说，就是还有一个圣训也记载了，当有一个就是圣人的这个教徒，他就问穆圣，那我们应该最需要就是听从谁的话语？穆圣说了母亲。那之后呢，还是母亲。那之后呢，还是母亲。穆圣一共说了三遍。那这个战友他又再问了，那之后呢？那三次说了母亲之后呢？ 然后就是圣人穆圣，圣拉瓦莱乌萨兰才说了你的父亲，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人权公不公平的话，穆圣说了三次母亲才说父亲，那我们自己可以定义了吧，对不对？那我相信在场的观众朋友有想要发表的问题，那我们有请第一位就是现场的观众可以发表他想要问的问题，有请。Assalamu alaikum，Sister Amira，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爱你在。 Ahmed Mas Ramban. 你好 ，Waalaikumsala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我的问题就是，你的 Muslim 继承的权利，继承什么的权利？遗产的权利吗？遗产的权利，继承遗产的权利。好，就是女的穆斯林在继承遗产，你的这个麦克风靠近一点，就是女的穆斯林继承遗产的权利，对不对？ 好，谢谢。那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西方国家才有法律说女人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拥有房产，女人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拥有就是继承遗产的权利。那根据就是我们华人或者是说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观念是怎么样？就是传男不传女，对不对？ 相信大家都赞同。如果在场，如果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是一般华人，我们都是重男轻女的。为什么呢？因为男生才能传宗接代啊。那如果家里有什么遗产啊，家里有什么事情？因为就男生的这个姓氏，在华人里面，他们才会继续带着这个姓氏，他们才会继续的把这个家产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姓氏。可是，在伊斯兰教里面，女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可以分得这个就是。
遗产，我们同样拥有分享这个我们亲人的遗产的权利。那如果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包括我们要怎么分这个遗产呢？还有谁的遗产我们可以得到啊？比如说今天我比如说今天我就过世了，我想要把这个遗产的三分之一，我可以分给任何人。这遗产的三分之一，我可以分给任何一个跟我没相干的人，因为这个是我的遗产，我的权利，我可以分给任何人。那这剩下的三分之二呢，我们就会分给我们的亲人，还有分给我们的就是亲人这个亲人也可以说是怎么样，这个亲人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公公婆婆，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子女的话，我们可以分给我们的兄弟姐妹。这三分之二呢，我们必须分给就是我们有血亲的人。这三分之一呢，我们可以分给任何人。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哎呀我没有孩子，那我想把这个，可是我收养了一个就是养子，我想把这个财产分给我的养子或者养女，那这个权利呢是完全是属于这个拥有这个财产的人的权利，他是女生还是男生，他都拥有这个权利。Inshallah。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想要发问问题的，那我们有请第二位是谁呢？来过靠近一点。你好你好，我名字叫 Nosherina Chiu。 来自哪里？来自芙蓉。你好，请问你为什么在遗产的方面男人比女人分得多？OK， 好，谢谢。那我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嘛，女人拥有同样可以分得遗产的权利，可是为什么呢？那谢谢你，谢谢你的问题。那可是呢，在伊斯兰教里面，为什么男人分得遗产的权利比女人多？那首先呢，在古兰经里面，也是在妇女节的第四章，妇女节你可以回去就是看，如果或者你有古兰经你可以现在看，在第十一节呢，就是说一个男子应当分得比一个女子多的两份。比如说今天我的遗产一共有比如说我有两个子女，我的儿子将会分得200块，我的女儿将会分得100块。为什么这样呢？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那在这个古兰经里面呢，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怎么这么不公平的对待，为什么男生儿子分得比女儿多？刚才又说没有重男轻女，可是现在就重男轻女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伊斯兰教里面，男人就是负责赚钱养家，所以很多在家庭里面的开销呢，它都是必须由男人来负责的。又或者当一个女人她开始就是嫁了其他的丈夫以后，那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由丈夫负责的。那比如说这个女儿已经嫁出去了，或者这个女儿还没嫁出去的话，她这个分的比较多的是她的哥哥弟弟，对不对？那这个哥哥弟弟也必须就是有这个责任去养这个妹妹或者姐姐，就算是比他大的姐姐，他也必须要养。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不公平呢？我们分了一点，可是其他人还是必须对我们负责任。那其实有没有不公平呢？那我们那其实我觉得就没有不公平，因为在分了这个财产之后，如果这个姐姐或者妹妹还没出嫁的话，她将会是她弟弟或者哥哥的责任。那我有解答到你的问题吗？所以不是因为她这个女人不用承担这个义务，她不用就是承担一切家里的开销。比如说还没嫁的跟家里人住在一起，有哥哥弟弟姐姐，有哥哥或者弟弟的话，那哥哥弟弟必须负责她的开销。如果她出嫁了之后，她的丈夫必须负责她的开销。而除此之外呢，这个丈夫还是这个就算她已经有丈夫，她还是有这个继承遗产的权利。那我相信都很清楚了，对不对？那如果是自己的话，我们也可以分给我们自己的子女。可是一切最好的当然在伊斯兰教里面，我们可以就是写遗嘱，也可以有遗嘱，那遗嘱就是叫 wasiat 嘛。可是 wasiat 它也有一个就是它也不可以完全就是分给你自己喜欢的，你还是必须得分给就是公平的依照伊斯兰教教法来分享。那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全部都是女生的话那怎么办？全部都是女生的话，你会不会有这个想法，哎呀全部都是女生，那全部能得一份，那剩下来的怎么办，对不对？那如果当这个情形出现了之后呢，那我们会有另外一个详细的分法，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就是可能继承人他可以分，如果他没有做遗嘱的话，一部分呢将会是由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Zakat， 就是宗教局的 Zakat 部分呢，他会负责。
这一部分他必须得分去其他地方，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可以给这种女生在家里面，女生她我们就可以平分这个遗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说继承遗产的方面，那有解答到吧我们这位姐妹的说法。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当这个男人他们拿到比女人更加多的遗产之后呢，尤其是我不是说这个伊斯兰教教法，就一般上的就是这个男人家庭，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可以，哎，我喜欢怎么用这个钱就怎么用这个钱，对不对？可是呢，在伊斯兰教里面呢，已经说好了很多，就是如果结了婚，这个男子他必须负责家里面的每一项，就是家里的住宿的费用啊、电费啊、水费啊，你想到你要买东西，比如说你要买这个煮饭的材料啊，都是必须由男人负责的。那这个女人必须怎么样呢？那个女人就是她可以买花，她可以买金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她而且丈夫也必须给她，就是必须给她就是我们所谓的零用钱、零花钱也必须给，这是一个身为丈夫必须有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我是觉得是完全公平的，因为这个丈夫必须负的责任比女人的多。这个女人其实她没有什么责任，她就是在家里，她负责在家里，肯定她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她必须遵守的责任。比如说她已经嫁了，她住在丈夫的家，她不可以让就是她丈夫不喜欢的人来她家，她必须遵守一些条规。那除此之外呢，她就没有其他必须要负责用到钱的地方了。那伊斯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宗教。那我们现在先稍微休息一会继续守在我们的电视机前还有在场的观众朋友，那我们待会见 inshallah。那欢迎大家继续守住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心灵之光的这个节目，也再次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还继续守在我们的录影棚里。那我相信刚才我们多多少少就解释了一些，那我就再重复一下，就是妇女的基本人权，就是还有生存权利。他们就说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开始提倡妇女可以拥有自己的房产，妇女可以拥有继承遗产的这个权利。可是那是在西方，在东方，在中国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继续的传男不传女，还是继续。可能到现在21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就是妇女拥有这个权利，可以去比较平衡，可以去继承遗产啊，或者那个家庭就只有一个孩子的话，他们会把这个遗产交给这个女儿。那我相信那继续下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发问的，我们有请现场的观众朋友。Almira， 我是 Rashida， 来自 AMCC 格鹏，请问你好 Rashida。 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对女人公平吗？ OK， 谢谢你就是这么关注这个问题。我重复一下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伊斯兰教所提倡，不是提倡，伊斯兰教所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其实对女人公平吗？那我们要想到追溯回1400多年前，就是那时候1400多年前为什么这个成立，而且是在古兰经里面有说你可以娶，就是如果你担心你不能公平的对待孤儿，或者那么你们可以选择你们喜悦的女人，各娶二妻、三妻、四妻，你可以娶两个、三个、四个，可是如果你担心你不能够公平的对待的话，那你只可以娶一个。那这个为什么他会提倡这个？是很多就近年来西方就是攻击伊斯兰教，为什么伊斯兰教允许这个一夫多妻制。可是如果我们追溯回历史，就是想回去以前的话，1400多年前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打仗啊，会有很多孤儿啊，会有很多寡妇。那你想想刚才伊斯兰教是这么的保护这个妇女，就是如果妇女已经结婚的话，她是不需要出去外面工作，她只需要待在家里，就是专注的可以照顾，而且她也可以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她可以去学习，她可以去做就是任何其他的事情，就是她可以去做善工啊、礼拜啊。所以这个完全不是当时当安拉降世于这个一夫多妻制，而且就算这个也不一定是伊斯兰教，就是其他的基督教啊、犹太教啊，如果你追溯回去历史的话，他们的先知们都是就是这个提倡一夫多妻制的。
那肯定那四个是，其实不是多妻，是一夫限妻制，最多你只能娶四个嘛，你还可以娶多少？根本也不像是古代，也不是说古代，就在好几百年前，就是在清朝的时候，他们都是三妻四妾。而且你看三妻四妾，在华人的这个观念里面，三妻就是妻子比妾的身份大嘛。而且在妻子这个妻子的身份是平的，就是你如何对待你第一任妻子，你就必须如何对待你的第二任妻子，你必须是公平的对待的。而且当初就是古兰经降示于这个一夫限妻制的时候呢，是要提倡保护孤儿寡妇，给予孤儿寡妇这个非常公平的保护还有对待。然后如果很多人就问，现在那是以前呢，1400年前到现在还可以吗？还是继续被接受吗？那你想想现在也会有孤儿寡妇吧，对不对？尤其是当那个孤儿或者当那个寡妇，她失去她丈夫，她丈夫在一场车祸里面过世了，那这个寡妇35岁，那不可能她去嫁给一个年轻小伙子没结过婚的25岁，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啊。那如果这个丈夫有能力有可以去照顾的话，他必须公平对待，可以做到公平对待的话才可以。那绝对不是好像我们平常的误解，还有一般人就是抨击这个伊斯兰教如何一夫多妻制的。那我的分享非常的简短，希望大家可以明白。那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再见，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一谈伊斯兰里面的条例。那么我们日常生活里呢，都会一定有我们的条例要去遵照，就是说在伊斯兰里面，我们的日常原始生活呢，我们都一定要照伊斯兰的方法去做。那么大概呢，它就有分五种。第一种呢，就是奥拉说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叫做马来文我们叫做瓦吉，这个东西呢是必须要去做，因为这个是阿拉所命令的。就比如说我们去做礼拜，在古兰经里面真主阿拉命令我们去做礼拜，谁去做礼拜的人就会拿到受益，就会得到阿拉所喜悦的巴哈勒。但是谁没有去做这一些阿拉所命令的事情呢，他们就会到巴多斯，就是说会得到惩罚。第二呢的例子呢，就是说在斋戒月里我们要封斋一整个月，这个也是阿拉所命令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那么第二个条例呢，就是与这个所命令做的相反，就是阿拉禁止我们去做的。什么事情阿拉禁止我们去做呢？就比如说阿拉禁止我们赌博，阿拉禁止我们喝酒。当我们去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阿拉会非常的生气，那么呢我们就会打巴多斯，多斯就是说我们得到了惩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就会得到巴哈勒，我们就会得到阿拉喜悦的奖赏。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就叫做苏娜。苏娜呢就是说我们依照至圣那比穆罕默德萨拉哈莱萨拉他的原型举止，每做这个苏娜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巴哈勒。那么如果是没有做呢，我们就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但是就非常可惜了，因为这个是免费给我们的报酬，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争取呢？什么事情呢？就是苏娜呢，就是说我们舍德嘎，舍德嘎就是做施舍。做施舍呢不一定要有钱，不一定说哎你是有钱人可以施舍，我没有钱我不能够施舍，不是这么说。施舍笑容，给人家一个微笑，给人家一个 salam， assalamu alaikum， 也是属于一种施舍。所以呢我们去做这个东西阿拉是很喜欢。第四种条例呢就是 macro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种行为不至于到与阿拉禁止我们不可以做，但是呢阿拉不喜欢我们去做。他们的这个 hukum 呢叫做可争，就是说当我们去做呢，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但是假如我们放弃去做，我们就会得到巴哈勒，就是阿拉会给我们奖赏。什么东西是 macro 的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吃臭豆，吃了味道会不好，所以呢就是在阿拉不鼓励我们做。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礼拜时，我们东张西望，就比如说当我们在做 solat 的时候，我们眼睛左看右看，其实这个是不鼓励的行为。那么最后一种行为呢，就是最后一种条例呢，就是允许，就是说阿拉允许我们做，要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怎么做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做呢，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巴哈勒或者是多事。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吃午餐，不要吃午餐也可以。然后呢，但是如果我们在必定的时间不吃午餐，那么会变成我们身体会不能够做工，不能够去实行我们的任务呢，不能够去做礼拜，那么我们就必须吃午餐。谢谢大家。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